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！我妈妈把我的卡片全都扔到河里面去了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不然的话我会没有面子的，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，下起了大雨，估计我的卡包全部被淋湿了。小伙伴们不许笑不许哈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们，下起了大雨啊，我的卡片全被扔到河里面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们，哎呀，我的小金库也被锁起来了，这是我的小金库，里面有6亿礼盒，看见没有？但是我也没办法拆了，小伙伴不许笑不许哈哈哈。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小伙伴这可怎么整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伙伴们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你们不许笑好吧？不许哈哈哈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再去其他地方找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卡包。小伙伴们，我的小金库被锁起来了，我没有卡包可以拆了。来到我妈妈的房间，哎，这谁在睡觉啊？哎，不会吧？哎，我妈妈明明走了呀。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我去，这什么呀？哇塞，哇塞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什么？哎，我去，这么多卡包！没想到我妈妈啊，因为是我妈妈藏。哎，我妈妈房间里面怎么有这些东西？估计是被藏起来的吧？哇，这太牛了吧！哇，这真会藏呀，小伙伴们，不要告密好吧？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！哇，我在我妈妈房间，哇，这是我妈妈的房间啊！哇，找到了这么多！哎呀，我去，这下给我发了呀！哇，这下给我开心了！哇塞，这么多，这什么呀？这些废卡呀？这是二卡是吧？没用的卡，哎呀！哎，这边还有一本卡册，这什么呀？咦，这森林好帅啊！哇，这不是假卡吧？这假卡我不要啊！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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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！哎，不对，这应该是绝版卡！哇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绝版的吧？哎，这绝版卡吧？小伙伴，我邻居家的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卡，到时候看看跟他换点卡包吧，好吧？哎，我不喜欢这个呀，这个帅，还是很帅的，好吧？先拿回去吧。哇塞，这么多卡包，全都拿回去拆。好吧，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，小伙伴们。哇，在我妈妈的房间找到了这么多的卡包，我还有这么多的卡片呀！哇，你们没有吧？你们不许笑，不许哈哈哈！小伙伴们，我的梦想是想成为卡界天王，你们说我的梦想会梦想成真吗？如果会的话，你们不许哈哈哈，不许笑，好吧？今天咱们来拆一盒烈焰宝啊，烈焰宝，好吧？希望能拆出好卡。我的梦想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梦想是成为卡界天王，你们会支持旧卡联盟吗？好吧，希望咱们能拆出好卡。